月日，今天是十月五日，不对，昨天是十月五日，对，昨天是三月二十四日，对，昨天是三月二十五日，不对。名数数横折数横折横数横折横横数横折横横撇数横折横横撇横折包数横折。等一下，你看哦，今天是八日，对不对？数横折勾横。对，今天八日，对不对？对，明天是八，对不对？明天是八，对不对？明天是横横明。九，所以这个不对，要写九。今天是八月八日。嗯。九。八月。九日。昨天是八月八日。多比一，对，昨天是三月二十五日，不对，今天是十月八日，明天是